大唐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七梵行品第十六，我们前头讲的是十住怎么证得的十住，是讲那个十住所修行的，他怎么修行的，进入住的位置。你前头那是一柱一柱说，梵行品呢通说，十柱菩萨所修行的，修行的方法。对，不过在十柱品呢，出家的在家的通修的梵行品不是了，梵行品就专指这么出家人所修的。第一步你得出家，梵行才能清净，说你的行为啊才能清净。那前段的呢，随你修的四相的差别，那都是缘，缘归于实。怎么入住的呢？就讲入住之因，自行、他行两种清净的行为，就是清净的梵行。在品，实住在前。只要讲行呢，梵行品在前，修行的行啊。要说修行了，就是清净梵行，就叫行；要说法门，那就梵行，行门啊，两个就不同了。前头入了住了，入了位了。怎么来的呢？怎么入位的呢？啊，讲的入住之因。对，要修两种清净梵行。前头是一位一位讲，梵行品就不是了。在《华严经》里头啊，量最少，意义最深。这都是意思，就是说到了空了，到了觉相了，没有言说的了，言说不通不多，寥寥四而已。前头从初住开始就成佛了，一住一住位位都成佛。怎么修的呢？不由他物，不由他物，也不由他教，自悟成佛。他的观、思维修，跟他的行为成了一个了，成了一个了。就是一切法即心自性，一切法就是自己的心，就叫说每一个每位都是这样的，成就慧身不由他物，自己成就了，不是因他开悟的。说这篇叫梵行品啊，梵呢是印度的原话，就叫梵，简说叫波罗摩，波罗摩。那梵门呢就分净，清净的净。在达眨眼当中啊，达到清净了，所以叫梵。梵就是行，
半截线，线一线，真实境界，无境界的境界，就叫梵。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行为是一个了，智慧指导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都是智慧，就叫梵行。依着这种道理，对，解释这个是梵行品的，跟那个《涅槃经》《大般涅槃经》《圣行品》相通的，相通的就是一个。《涅槃经》讲圣行、梵行、天行、婴儿行、病行，这个字给它笼总说吧，就叫梵行，就叫梵行。一是梵行，讲它随着一切相而离相。第一个呢是随相，随相，随什么相呢？随着世间一切诸法之相。随相者就是无相。梵行品要达到无相，那随相是什么意思呢？像我们雅衣出家，起食，这都是随相的意思。但是随相时候修的时候，不要起任何执着。他那么说戒律了啊，戒律。在你修的时候无所着，在你修持戒法门、学戒相的时候，先懂得戒相入虚空。戒相入虚空就是离相，不要着相，随相而无所着，无所着。随相而离相，懂得了一切住相像空一样的，那这也得要一缘，一种是有缘，一种是无缘，一种是生缘，一种是法缘。然后我们现在是缘起法，缘起无缘。对，那么谁要讲戒相了，讲一些经论是这，有生缘，有法缘。现在我们讲的是缘起无缘，缘没有缘。但是呢，这样的这些个，住咱们前头讲了，十住菩萨。大悲心很切的了，而不舍离众生，就是执一切法的空义，空而随缘，就是性空缘起，随着缘，但是随缘而不执着，而不执着，不执着呢，就是性空义。因此才能达到入到诸位不退，现在出发心是成正觉，一发菩提心了，成就信心了，就成佛了，根据这个意思而说的净恒品。你先得对一切世间的境界相别把它当认真，入幻如梦，这梵行品讲无缘的意思啊，无缘的意思。为什么说无缘呢？直到一切境界相，入幻入梦，这讲无缘意，无缘意。观察众生而不舍离众生，这又是有缘意。
这是依照你的智慧，对，随缘的时候是有分别的，缘有大有小，有远有近，直到这一境界入梦幻泡影，都是虚幻不实的，这又是无缘意，无缘意，无缘意就是无分别，无分别的智慧，有缘就是有分别的智慧，会有两种，但是同时达到分别就是无分别，无分别而随缘，起了分别了，起了分别了。在有相当中观察诸法无相，了知诸法平等，理念气玄，离开你的思维念头，这玄意有叫密意吧，有叫密意。我们又讲经说每个讲那个经的义理的时候，这个义理呢跟凡夫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讲道理的时候，但是不起分别心，可知道它是平等平等，你能这样子吗？才能究竟入到大乘意，就华严意，是两个，这两个不是两个，是一，一即非一，就是二。光说个缘，那就是一，有缘无缘就是二。梵行是纯粹只是实教说的，没有权，没有善巧方便，完就的实意说呢。这个梵行的行，一行就具住一切佛法了，一行具一切佛法，这是华严的梵行品。单立一个梵行品，如果你念经文的时候啊，要不到五分钟，三分钟就把它念完了，咱要把它讲起来啊，一个讲它两个月吧，你要尽量讲，没完没了，说说讲，一念不上，什么都没有，说一句话就完了，那一句话都不说，就完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佛上座的时候，佛没说法，就把那花拿去这么一拈花，拈花微笑，佛这一拈花，迦叶尊者微笑，佛就不说了，下座了，一言没放，这就是梵行，这叫清净的梵行。有一次讲经，佛升座的时候，文殊师利菩萨当维诺斯，就唱一个偈颂，佛又下座了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大家都会唱的，法眼龙象众，当观第一义，替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入室，那佛就下座了，法王法就这样的。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没有言说的。那对于一般众生说无法接引，所以就立了经论。本来净恨品这个梵行品跟净恨品不同的咱这个梵也当净讲啊，那净行品也是净行品啊，两个不同的。那个是有座，这个是无座。那个你一举一动都要依着文殊菩萨教授教导坐，心里要观，
口里要念，身体还要去做，身口意三省。有时候大悲跟大智，以大悲心，以特大的智慧，又修四，又修理，四理双修，又修观，又说行，观行双运，达到成佛，达到成佛。像母罪品呢，也要解释解释梵行品，为什么叫梵行品？为什么十住菩萨，十住品完了就说梵行品？什么意思？也告诉你，十住怎么修成的？你修修梵，修梵行而成的。你这清净的梵行，利益众生，而修行一切法，目的是化度众生的。本来没有行可得，也没有饭可说，也没有什么是净，也没有什么是不净。因此必须入世说，和接引众生。那这篇问的人呢，是正念天子，正念天子，在家的居士，问出家的人的事儿。修清净梵行是出家人才能修的，他要想达到，那正念天子他得出家，他不出家达不到的。什么叫正念呢？正念天子的名字是以德成的，不是像咱们起个名字就算了的，以德成的。正念是什么念？无念，无念而念才成正念。对，随做任何事情，无念，这是正念。有念，有着，有法，有挂碍，无念了，没着，没念，没挂碍，什么都没管。但是念即无念，行念的时候达到无念，以无念为主，以这个来利益众生，这叫什么行为呢？这第一篇自在行。这个里头解释也很多了，咱就略微说一说的就是了。那么法会的之主还是法会菩萨啊，这法会菩萨，能说的人叫法会，问的人叫正念，正念是无念之念。那法会有这么解释呢？所以你做任何事儿无念，这叫法。以法简别不是情，是法不是情。懂得这个的字义理了，就叫智慧的慧。要一动情感，超了理了，理性就失掉了。有单用的理性，情亡了，这叫法会。法会，这咱们前头讲了很多，但是不是这么讲的。一个名词啊，它的义理无穷无尽的。说能问的人是正念天子，说法的人是法会菩萨，这也是净行品，清净的梵净的净行品，
跟前头我如此里不是说净行品不一样了。这个是名住，是住成佛的，住佛一入十住位就算成佛了，住佛有住佛。这个仅仅是入门呐，所住之门而已了。从那个门进入，究竟成佛了。前头咱们讲的净行品，到了究竟了，无形，无形才清净，有形都不清净。从有形达到无形，所以这个叫梵行品，不叫净行品了。那是无住而住，就叫佛住。无形而行的，利益无众生的众生，大家这两句话多思维思维，要记住它，这是究竟的了义。无住之住名为佛住，无形之行就是利益无众生的之众生，这叫清净的梵行。好了，大家以这个意思啊，咱们来学梵行品。不要执着，我再重复一遍，无住的住是佛住，无住之住名为佛住，行无形之行是利益无众生的众生。要多参多观，参者就是思维修，也观意了，根据这个意思去想。以下咱们讲经文啊，对这部这品经，大家就这样看，是无住之住的，是佛住的，佛住即无住，说利益众生，以清净的梵行利益众生，利益那个无众生的众生。如果你不从这上入啊，这后头的华严义啊，深的深呐、啊，你没办法进入啊。这仅仅是开始啊，这才是诸位的菩萨，诸位菩萨修行发心成就，感到形象地，叫实地实隐实通，你更没法进入了啊。多以这个观念的思维，才能进入华严境界了。经常的诵华严经，你若不建立这么样一个智慧心观照，你诵的华严经只诵文字了。以下的讲叫这个梵品文啊，文很少，对，刚才跟大家说了，念诵的时候三四分钟，三分钟就可以了，念完了，但是要解释起来啊，把它开阔解释起来，真正进入，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，那就难了。尔时，正念天子拜法会菩萨言。佛子啊，一切世界诸菩萨众，
以如来教演绎出家，云何而得梵行清净，从菩萨外大有无上菩提之道。这个法会现在是会主是法会菩萨，正念天子今天法会说了，是吧？一切菩萨众，以是如来的教导演绎出家。什么样才能够梵行清净？除了加了先讲戒，怎么能使他戒行清净啊？这是不犯戒，一如来教，直至成上无上大菩提。这先得知道天是什么意。天者几种解释了，在梵行品讲就叫净，天者就是净，天者自然意，自然的清净。偏这个正念天子问呢，对，他所问的呢是色，是理，是眼相，是镜像。他问的意思就是眼相绝对没有了。他梵天嘛就是清净，梵天就是清净。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念和无念，做和无做，行和无行。正念之念就是无念之念，就叫正念了。答者呢是法会菩萨。咱们前头讲第五柱吧，方便善巧，就是用巧慧。巧慧呢就从智慧开出了方便慧。一直梵天的修的清净行，这些呢在华严经上讲，它有两种业，四禅八定啊，就是八禅呢、大梵天的净天呢、那个净天呢把它用到梵天形容着，第一业我刚才跟大家念的文殊菩萨唱的当观第一义，第一义天，第一天，这梵行成就了。他所问的警戒相是什么？天仙问的警戒相，怎么样达到梵行清净？出家演绎之后怎么达到梵行清净？这是他所问的警戒。答呢，正念天子答了，那就多了。要想清净，行清净行，它的因，清净的因，没有因怎么能成果呀？因而成果，这个果怎么成的？观成就的，观成就的。自己的心清净，理念清净，理想清净，出家演绎必须得戒律清净。什么样的才算戒律清净？我说过午不食了，我过午没吃饭，这清净了？不是的，相，这叫戒相。还有戒性呢，要离开这些相，知道这些相无相，
我是人呐、啊，人要得吃饭呐、啊，要得穿衣服啊。离开人相，还得离开他相，自人他人，乃至不是人，都得要吃，凡是众生都得要吃。因此呢，这个打的下头开始打的，打的下头是怎么打的？大家看看啊，法会菩萨怎么打的？法会菩萨言：“有问必有答。”佛子啊，法会成念正念天子，能在这个法会上问出这个问题，他的智慧跟法会也同等了。这一唱一答，大家唱答度众生，没有问法怎么升起啊？没有法会都有人请啊，无请不说，没人请不会说的。菩萨摩诃萨修梵行时，应以十法而为所缘，作意观察。得有智慧啊，作意就是观照，观照以智慧观察，观察就是研究吧，推究吧，就是现在研究吧，推究。实法，正念是无念，法会就在这个正念的怎么样达到正念，是因为无念，无念达到正念的。你问的怎么样能成为出家演绎了放个清净，那就研究一下吧，答复就推复盯着这个问题道理来答复，说得依这十种观察，得观察十种，先念即无念了，住亦无住啊，十住都是住亦无住，无念无住还有一住十种境界相啊，这叫缘。要显示性空，必须依到缘起，没有缘起怎么能性空啊？要想成就性空，要缘起。从缘起达到性空，因为性空才能成就缘起。哪十法呢？所谓身、身业、语、语业、意、意业、佛法僧戒，十个圆满说，入世观，那一个一个观吧。为身是梵行也，乃至戒是梵行也。有身才能持戒，没身佛不给他说戒干什么？持戒为了什么？说戒恨清净，为了达到放恨清净，戒是以达到放恨清净。如果你有个持戒心，有这个念，若有再有些那么多戒条，一切世间相，那还清净吗？那不清净了，本身就是不清净了。那怎么能合乎梵行的体呢？梵行的体是什么？法身，法身清净。那怎样不清净的呢？那身口意造业就不清净了，那就不违背佛法僧三宝，违背戒。这十个不要在文字上讲，就是每个人的身口意，三个
三个一个体一个用。身，身是体，身所做的事儿就叫业用。雨，雨是体，雨业，业就是用。业就是体，意业就是用。一个变成两个就是六个，身口意的三业加他的业用就是六个了，六个加佛法生界四个，十圆满。是的，黄经都讲十，黄经说什么都讲十，是圆满之说，一直是。那么身口意所行的，就是你所依之处，你一切业性的因，业性的因啊！你要想成精进行，还得加三宝做助缘。佛法生三宝，做助缘。对，佛法是三宝所行的，就是戒，戒就是体，就是行的体。所以佛法生戒，要圆念这十种法所圆的境，这十种法观察什么呢？对境观察境，验证你的心。对，对境观心，对着境界相关照你自己的心。问的是说演义出家了，皈依三宝了，受了敬恨了，学戒就受敬恨了，怎么样观呢？答的时候说就依着这十种观，你要不观察，不取向坚持，跟那全城菩萨跟小城的罗汉不是一样了吗？见戒从缘起，一切戒都是因缘而起的，没有因缘佛不知戒的。如果起心要起个念头去持戒，这叫迷，叫颠倒。而这时候那还怎么观呢？问题就在这儿，假一些众缘，显这些事情啊，没有自相，观不是观他的相，观他的自相。相尽了理就现了，咱们是现不见真犯恨起不来，不现境界不现。观是思维，咱把这个思维当成寻思，寻思说苦观这十法分成十段。这十段里头要眼要静，眼不是静，净绝不是眼，犯戒绝不是持戒，持戒也绝不是犯戒，啊，犯戒就是眼，持戒就是净，这两个是相违背的了，犯戒跟持戒相违背的了。这地方跟你讲啊，犯戒、持戒都是法的字体，没有个犯戒、持戒的。如果还有个犯戒，还有持戒的，说持戒清净了，犯戒不清净了。不合乎清净犯恨，这个道理你要不是细细的观察呀，你就把它颠倒混淆了，闹不清楚了，闹清楚了。只要说身，身本身就同一个善不善，他所做的业也是啊，业有善业，有恶业呀。善业是顺理的，持戒的；
那也不顺理的，破戒的，非礼的。犯恨是善行，违戒是恶行，两个相违的，与理不顺。这两法是不相同的。那身体究竟是犯恨啊，究竟是非犯恨啊？在身体上头找一个犯行，什么是犯恨？在他运动当中，什么是犯行？他的行为当中，什么是犯恨？什么是不犯恨？这体究竟是善是恶？有个决定义吗？所以你必须得吃饭呢，还得加个穿衣服。你生活嘛，衣食住行嘛，那支柱嘛，那这个身体自相本身的身体是善呢，是恶呀？是清净啊，是厌恶啊？实际上，这个身体啊，不论要它种子，要它住处，都是不净的了，是可厌恶的了。那怎么样把它变成清净啊？但是它是作业所依呀、啊，作业都是身体做呀、啊，口里做呀、啊，意做呀、啊，包括这三种的。只要你仔细观察了，观察了，咱们就说咱们幼体吧，是有知啊，是无知啊？他死不死啊？他清净不清净啊？每位观察观察你自己的身体吧，清净不清？佛教道母。这身体有八万户虫，八万户的虫子在我们身体寄居，八万户哦。每一户八万户，每八万户的虫子，就是我们身体啊住了八万家虫子，那个一个是一家虫子，很多很多啊，不是一个呀、啊。这佛说八万户的虫子它有九亿虫子。我们这身体啊就是九亿虫子所成的。我在讲到这段文啊，看到我考虑很久了，讲啊不讲啊，考虑好几个钟头，昨天晚上就考虑，讲啊不讲，讲讲还是有好处的，讲讲大家听着啊，可别烦恼啊，不讲呢，这大家迷迷糊糊就这么过吧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佛在世时候修不净观，佛说不净观，不是说华严呢、啊。华严佛在世会儿，诸佛演说法，这个法不在世间呢。华严经不在世间，不是佛在菩萨常演吗？是啊，佛在菩萨常演，一个世间人没有。那些大恶罗汉呢，舍利弗啊、目犍连是佛跟前一个都没有，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，演华严这回事儿，他们不知道。大家看看吧，从开始演的时候都是什么样，来的听众是什么样人，演化的什么样，哪有人间呢、啊、哪有凡夫啊？那佛说法的时候，以后给他说讲这个身的时候，这是人间相，世间相，
每个人身上有90000亿呀、啊，9亿呀、啊，不是90000亿，80000户啊，有9亿呀、啊。就这个幼体啊，说把它分析开来，大虫聚呀、啊，这整个是虫子。这身善不善呢？本身善不善？色受想行识，这叫五蕴成身。行蕴，广说就有这么多。这都不合理的了，理上没有。顺着道，顺着个教义理而生心，教理生心的这个心，说是善，转变这个乐。这身体本身它不善不乐，它做善事是善，做不善的就是乐了。那你说这身体是善是乐呢？它体是个无记性的。你大智度论的讲，五种不净，五种不清净啊，相不清净。种子不净，种子不净，就咱们身体种子啊，都是父母所生的，父母生的，父精母血，夜阴集中，以长身分。说我们这个身体是父精母的血，再加上你一个夜食，就是80的夜食。所以在当初楞严经上，我蓝尊者问佛，他说是佛，你这个身体怎么成的呢？也是父精母血啊，那他所知道的，他祖母生的，他的神母生的，他是佛的堂弟啊，不跟佛不是，他的父亲跟佛的父亲，净饭王跟白饭王是弟兄。他为什么问这么个话？他说我看你身体跟我身体好像一样的呀，没什么差别。为什么你是佛，我是众生？含义是这样的。他我也是父精母血，你也是父精母血。为什么你成就那么样个身体，我成就这样个身体？其实阿兰也算很漂亮了，在那个时代时候，阿兰也是简直是，虽然没有32相嘛，也非常漂亮了。他就说一个偈子了，他说一个偈颂。他说我心里常是想。瓷白二帝，父的精是瓷，是白，母的精是红。瓷白二帝，云何能生妙明紫金光聚？他问佛了，说你跟我一样，为什么你也长出来紫金光聚32相？你也是父母所生的。说我是举这么一句啊。不是讲楞严经来证实啊，说什么呢？种子是不清净的，都是父精母血所成的，加个识，没有识是不成的了，一个识来成就我们这个身份。怎么说？怎么成的呢？住处不净，当时住在母胎之中，住在生帐之下，熟帐之上。当我们的父母吃的饮食，母亲吃的饮食，生帐刚吃些饮食，等到饮食发酵了，那到了熟帐里头去了。住在这么个地方，不清净，种子不净，自体不净。佛说有36物。成就我们这个幼体，说
十指甲长，头发在上啊，这筋里头啊，身上的筋呐、啊、在摇动，早生脉转，慢转筋摇，对，都是这些个来成就的，来成就的，对，这字体就不见了，就是三十六物吧，这三十六物，说身体说三十六个零件，零件。现在不是造机器人吗？这是怎么造心脏啊？它能造眼睛，也能造的耳朵，这中间屎怎么造啊？造不出来，就这个屎，意识没有意识，这字体本来不净净，三十六物所成的，自相不净，外相也不净。外相所表现出来是什么呢？九孔长流，不净，两个眼睛，两个鼻孔，大小便利，一个嘴巴，两个耳朵，这九个孔，九个洞，这九孔长流不净，外相不净，眼睛要长眼神，鼻子要出鼻涕，嘴巴嘛又吐痰了，残味了。比如说他清净的，谁吐的痰，谁也不肯再把他吃回来。要么把他吐的痰给他接，哎，你把他吃了，他才吃着才怪呢。那不净了，大小排、大小便秘可以排泄，你让他吃了，喝他自己的尿，吃他自己的粪，他干嘛？往外排可以，往回再收啊，不干了。所以佛说他不净。这字体不净了，自性不净，这个大家都懂得了。说究竟这一个身体啊，毕竟不净，要气绝以后死了。现在天气要热的时候，说半天就膨胀了，就瘦了，谁都不上跟前去了，包括他自己子女，都不会去了。所以啊，他究竟不净，在这个《资德论》有个记得了吧？世山总不净啊，非于妙宝物，不由白净生，单从慧道出。世山为秀慧，不从华间生，一不从占卜，犹不从宝山。地水火风子能变成不净，穷海洗此身不能令相洁，用大海水洗怎么着也洗不干净，没有干净的。长流出不净，如漏囊生物，这个囊皮带，这个皮带囊啊是漏的，每天九个孔都往外漏，漏出来都是不净。替神观此身呢、啊，说你好好审查观你这个身体，必归于死处，一定要灭亡消失了。这个计算，好多道友过去修这个观的，特别是在西藏，佛在时候修不净观。比丘都修不净观，修修的那个比丘啊，他就自杀了。他看见光光的啊，他就自杀了，厌他这个身体。佛就自戒了，这比丘都自杀还得了？不许自杀，自杀了下地狱的。不自杀了，他也活不成，那思想烦恼得很，怎么办呢？请那外道来杀他，内道不肯，谁也不肯杀人呐，请外道杀。外道怎么敢干呢？说我给你财物，把我所有的都给你，你把我杀死。后来佛也直接了，不许可，也就不杀了。修观没有修成就，怎么没修成就？观身不净，他是成就了，好像是他一天呕吐，呕吐，不能吃了，看什么一观想一观想去。还有没得在拉萨，特别在那个
在江滚雀，江滚雀是一个学道的处所啊，到那地方闭关去学光净寺。对，那么那比丘他就不修不净观了，修不净观，死也死不成，活也活不了，他心里烦恼大了，就修什么白骨微尘观。你大家看到西藏，每个人都有那么个照片，骨架子，骨架子。后来这个修修在光觉得有那比丘，好多比丘修修修成功了，那骨头站起来了，骨头走啊，那也把他吓死了。这修这种惯横的时候，修得好了，修惯成了。本来佛说这个惯时候，破你对这个身见的执着，不要贪婪，不要执着它。结果呢，修修的，道没修成啊，那反倒修的或者精神错乱吧，或者看见生恐怖感吧，是吧？在修这个破你颠倒见，颠倒想是什么呢？每一个人说他自己身体脏的，你问问吧，到社会上去问问。都讲给自己很干净的，洗多少次澡都不行的。这个佛经上说用大海水洗啊，你一直在洗，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把皮肤洗错，要把皮肤洗坏了，里头流出来更脏了，没办法干净，没办法干净。这个法是佛在成道的时候，将成道的时候，魔王有三个美女，魔的有三个女儿，非常美女。这魔王叫他就破坏佛的戒恨，到佛跟前去，说要来供养。他们说我们怎么怎么美，怎么怎么，那佛就一时没有使神通了，就说你们自己灌一灌，灌灌你们这身体。佛你身心的戒言不当，戒言不当，等给他一说法，佛呀，这可用神通了。这下这个三魔女一灌呢，他那身体啊，九孔长流，啼吐遍地，什么都来了。好，他们几个不能磨佛了，他自己吐起来了。对，吐啊，他一灌呢，那个灌的受不了了，呕吐。一直挠头，但有的时候从口而出，有时候从身上而出，都是虫子。这个数字啊，刚才我念的虫子数字，就是佛那时候，使这个三个魔女，三个魔女说她身上有八万户，有九亿呀、啊、小虫子就在这里游戏呀、啊。游戏，就是在这个经上摘下来的，摘下来的。那么清凉果是把它引证来的，引证了。这个修梵行的，观这个体，观的是性，性能澄净，澄净，性是澄净的。是清洁的，一些圣贤的所顺教顺法的这个体，体无杂染。这个体是什么体呢？与智相应，跟智慧相应，是众善所继承的，继承的。综上写日说是个什么体啊？法性体啊。清净无为的梵行，离开咱们上来所说的那些相，离开了八识心的性，得到真如法性为体，这样形容的。所以让你观这十种法，哪个是梵行？
身业吧，身体是这样子，咱们上来讲都是身体，身所做的业，那作业不是什么事业了，就是你行住坐卧，或者头部回啊，左右回旋呢、啊，行走坐卧呀、啊，屈身俯仰啊，猫腰啊，抬起来啊，就咱们做各种姿势运动吧，这身之作用，这叫身业，不是说你做四能工商，那不是，就是你身体所要动作的所做的这个叫身业、这是犯横吗？包括你所得的神通是妙用了，那是犯横吗？这住大菩萨住阿罗汉都有神通妙用了，这个是犯横吗？就是行住坐卧四为意，左右故事屈身风扬，就是身所作业，这个是犯横吗？身体不是犯横，屈身俯仰，行住坐卧，左右顾色，这是犯横吗？咱们再讲深入一点，持诵礼拜，是吧？我们一学大坐呀，你能坐着舒服，能修行就好了。什么单盘膝了，双盘膝了，这是犯横吗？这都叫形色。这叫形色，这个形象呢，你说是咱们这搭坐时候非得腿子双盘上，这是善呢是呢呀，单的就是呢吗？那不会盘腿子他就这么坐着，站着也入定啊，行走坐卧都入定啊，行波州三昧的时候他是走着行动的，站着他并没把没有坐着，就是行主坐卧四为意，究竟是善呢是呢呀？让你来判断。你说话这语言，音声风起舌牙喉吻吐那一种，声音高声音低，这是犯横吗？佛是这样说了咱们才知道，没有佛说呀咱不懂得这个呢，咱们的语音怎么发出来的？风因风处其处而发音，口中有风，说人要说话的时候口里头是风，他这个风到肚脐眼儿，到咱们的肚脐眼里头，到肚脐眼儿，这时候肚脐眼儿又想出来出音，出到其处才生出语言，这个咱恐怕没做过观想啊。风叫优托那，处际而上去，要想说话那个风处到肚脐眼，肚脐眼往上走，这个风处到其处，完了经过牙床子，经过牙齿，经过嘴唇子，它上升的时候还得经过咽喉，还得经过舌头，就那么就发音的了，得经过这种奇数才发出音。或者发脾气，生气了，对，也是这样子，触动，唇舌齿牙喉，对，这样才能出声，出声，这个咱们恐怕
没有学过这个不理解了，鼻子塞了，鼻子堵，音也出不来，不大，声音也小了，对，所以还得加上你的想，是吧？还得加上妄想习气，来跟这个配合起，才能发音。还经过你心里肚子想说什么，这只是语，这是说的语了，这是语言了啊。那么行走坐卧，主游故事，屈身风扬，是吧？言语呢，翻横在世，音声风邪，有风得有气邪，得有胸，还有舌，还有喉，还有吻，还有吐纳一种高低轻浊，才发出音来。要不是说咱没想过这些啊，没做这个惯，这是佛教的我们从佛经上是学到这么道理。这是语啊，语的业呢，业，它的业是什么？起居、问询、料说、广说、欲说、直说、战说、悔说、难力说、闲了说，这个非善非恶啊。反正深夜也好，你深夜嘛，他来行走坐卧，左右顾散，屈身风扬，是善是恶呀？语言的音声风邪，胸舌喉吻吐纳一种高低轻浊，是善的是恶？语业起居问讯，料说广说，欲说直说，战说悔说，难力说，随处说，闲聊说，是善是恶呀？这都不是善呢，都不是善，也不是恶。要意识犯横者，犯横在应是觉是观是分别，是种种分别，是意念，是种种意念，是思维，是种种思维，是幻术，是眠梦。这是觉呀，就是寻求那个寻求啊，不有寻思吗？觉去找，而别人说话，你想他说话的意思，那也叫寻思。这是观呢，你观这些境界相，属于善呢，属于恶呀。但是这个善恶可就加你意念了，加你的习气了。这是总说的三业了。总说的三业了。这三业啊，就是你现在这儿你所有的作业，观什么呢？观身，观身业，观语，观语业，观意，观意业，这是六个。六个，这你观察之后找，就寻思。观点有时想出又想细，这都不定的了，这都不是善恶。不是善恶。分别去找原因，随面的悸动，你心里想这些个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，是清净的是眼目的，这个叫分别了，分别了。这叫随面分别。有的是自性分别，有的思量啊、寻思啊、嫉妒的分别。你所缘的境，缘面的境界相上的，这个起的分别，起分别念头，但这属于有相的分别。无相的分别，缘念过去，缘念梦境，那没有相的。所以你所缘自然的起分别，有的是有相的，有的是无相的。
或者自己寻思，或者视察，这是仰慕的呀，是清净的呀。什么叫仰慕？什么叫清净？标准，你得下来定义，完了去起分别。意念呢，就是追忆过去，回忆啊，过去所做过的事也好，所景做的境界相也好，那是没有境界相的了，是你意念呢，意念没相的了。思维呢，就是咱们说这不是智慧啊，就是聪明，辨别，那个人有的是他这个慧力清亮，他辨别不出来，那叫思维，不是智慧，跟佛那个智慧说是不一样，或者多，或者少，或者一，或者上，这外头都属于那个境界相，你希望，你的理解，你的念，你的定，你的定坏，这都属于种种意念里头的。这里头有乐有善，有是虚幻的，虚幻的没有实在的事儿，都是自己心想，思念都是相通的，一时所缘念的，那么睡觉睡得比较清醒，要做梦，做梦通不通善呢？通。梦中作呢，梦中杀人呢，梦中打架呀，梦中骂人呢，梦中害别人呢。法律不能制裁，他做梦。但是你的善呢，善呢，善性、呢性、无记性。三性里头就给你分别这些个了，这善能无忌这些都属于唯识里面的啊，这都是唯识里面的，这是华经不分别这些个，不分别，只是这么一介绍而已了，说让你在这几种观察。观察，观察什么呢？究竟这十种哪一个是犯横？这几是说前六啊，前六。佛法僧戒是敬业啊，对，等到讲到那个，你观察就知道了。这讲是身口，还有意，意，身口意三业嘛。这讲了四个了，身三，口三，意，身口意三业，这里头都有善有乐，有善有乐，让你观察这六种，前头身身业，口口业，完讲意业，意和意业，这前头讲的是意，意就是意里头所包含着观察呀、寻思干啥的。意业呢，业就不同了，一说到业业，当知犯横，意业的犯横，意的作用，思想寒热饥渴苦乐忧喜，这是意业的十种，观业十种，这叫意的用，意的用就叫意业，就是意的业用，就是想啊，想是想法，咱们经常说想法，想呢跟思呢为什么要把它分开，想的不同，思是想办法，想是回忆，这属于处受，
接触的事物，领受的，回忆来想，来想，这观这个意业，意业就存在这么东西，就是观察的意思，这就是意的作用。咱们说思，思，思是意的所有，意的所有，就叫心所放。大家是读过白法都知道啊，有学过白法明白论的，这些都清楚了。对，散发有十一种，心发有八种，散发十一，心发八，五十一个心所放，二十四个不相应，六个无为成百放，就在这里头。咱们上来讲的就是这些东西。一的心，意所起的作用，领受外边的境界，来心跟境变境，变境。在这个时候，有善有恶，善恶，是吧？你把你的这个观察这十业的六业，这六种，再加后头佛法僧戒，观察这十种，把这十种都想想，想想做什么呢？哪是净恨，哪是不净恨？这是要观的犯恨里所有的，究竟这十种，哪个是犯恨？这前头经文上讲，就让你观察这颂哪个属于犯恨。那这十种里头，我们说身口意三业，那是身业，口业，他说语业，那意业，这六个是善的，是恶，是犯恨啊，不是犯恨。我们答难的是这六个都不是犯恨，但是你口里诵经的时候是不是犯恨啊？口里赞叹三宝的时候是不是犯恨？念佛的时候是不是犯恨？身礼拜，在那静坐参禅，乃至诵经，是不是犯恨？佛法上三宝戒，是犯恨不是犯恨？但说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犯恨是清净者，咱们前头就把它定义给说了。无相、无作、无愿，像十住品，无住，一切都无住，一切都不执着，不管善恶都不执着，不但不住恶，善也不住，没有善。只有一个有相的善恶一落着相上了，就叫净，叫净。那么修净恨的，就是随善转，那随善转，随着佛法生界转，这个是犯恨吗？要住在这上头，执着佛法生界，跟贪嗔痴一样，有善有恶有分别，一定要住善去恶，这样就无住啊，无相啊，
无相了，见无相了吗？你把善相存在着，哪相不存在了？这就有挂碍了，心有所着，有着。这个道理呢，很需要多辨别辨别。嗯，净恨品虽然少啊，想入到净恨啊，咱们很得一段时间吧，多少啊？一万大劫吧。所以那信心才能具足啊，因为那劫能够发了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就成佛，一万大劫时间也不长啊，十万大劫也就是现前一面呢，无量一劫也是现前一面呢。说这个中正念天子问，就从这问答当中就把这品的定义啊就定了。什么叫正念？无念。你念地狱是念，念佛是不是念呢？有念，不净了。有念就不净了，净恨了，就达到无念。无念才能契合你那个本有的一真法界。这个道理咱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啊，大家都读金刚经，佛问须菩提说，那有个人读了三藐三菩提可得吗？须菩提说没有。佛就是答对了，给他100分，说要有啊，有就不对了。佛没有阿耨多三藐三菩提可得，佛没有阿耨多三藐三菩提可得。有地狱吗？只是说做那个业，那业没有了，也没有地狱，也没有了。所作业不亡，就住在业上了。如果你惯到无业可撞，什么业没有，要不住了，无住了，才能够回归你自己本来面貌。怎么好多道友经常说，一开口好像是忏悔，又好像表达，啊，我业障很重啊，把这个业障很重挂到口上，想到心上，坐在身上，对，你坐天的作业吗？口里也想的，说的，我业障很重啊，心里想的，我业障很重，那就业障吗？那就业障。让你无念，无念了，达到的是真正的正念。法会，这大菩萨的名字都是依的义理而定的了。法，了知一切法自性。这个会，了知一切诸法自性，无限。无作，无作，这就究竟了，究竟。究竟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这个文字不多啊，主要靠思维关照，关照。希望大家学的时候学《华严经》。多用关照，我们从这个有相的时候达到无相。我们现在必须得有相，有听闻，有听闻才能明白义理呀。我连听闻没有了，我们怎么明白呢？对，就是啊，从无念，对，达到正念。无念就是正念。